好 ，OK 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会一个课后的呢，稍微的一个小小的提醒。我们今天一个动作呢，是一个正面的深蹲 squat 加上侧面的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好，把你的两脚打开，记得我们蹲下去的时候，当你要做转身的时候，两个脚要同时转过来，然后后面那个脚要把它提起来，然后再加上侧面的lunge下蹲，好吗？所以连续的动作是一、二，脚跟提起来，三的时候下去，然后四的时候一起转正面回来，然后我们再换边一个 squat， 两个脚踝同时转，后脚跟提起来，一样 lunge 下去，正面回，好吧？所以连续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上，一、二、三、上，可以吗？所以记得你在做方向改变的时候，记得两个脚踝同时转。然后保持后脚跟提起来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今天的课后呢，稍微小小提醒，让你们在家可以好好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好练习哦，拜。